你是在国内做直播的吗？没有，我是在台湾那边。哦，对对对，有啊，也有在做直播啊。啊，在哪个？都有做， Twitch 有，哔哩哔哩有吗？哔哩哔哩比较少，哦、但最近有在，最近有在研究。新的机位点可以拿下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么长？对，这个是大容量90瓦时的，给大摄像机用。正常，这是九。就是 SU 的，就是给索尼 BPU 系列用的。它那个像平常那个970，970的话是这种。哦，通就比较小。哦。嗯，但是我们没有做小的，因为大部分还是给那种专业的监视器用的，所以我们做大容量。还有这种，就是我们新的，新的是带 USB-C。对对对，哦。所以你可以用它来给你的笔记本充电、手机充电，对对对，或者用你的手机充电器给它充电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哎，有 USB Type-C， 如果可以给它充电，应该也算蛮方便的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哦，所以它只有25输入，是的，这个它电芯比较少。那像这个45瓦，它的输入也是可以到45瓦。对，是的。OK， 25瓦，因为它的电芯就是它的放电功率是根据它的电芯的数量来定的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这个也有 detail， 就只是 Type A 跟 Type C 的差别啊。是的。这个是我们卖的比较多的一款充电器，然后它是可以换扣板。好。你可以换各种各样扣板，你可以换4个970扣板。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.因为我已经很多充电器了、啊、应该是还有那个大的哦 B 挂大的，然后还有是那个强充哦，强充 B 大容量 CC Vortex If you want to change, you can change by yourself. Yeah, but it's better you buy because if you change, is it 8 volt or 8? Mix you can, but it's complicated. Yeah. It's complex because when you change the port. You can do, but it's not easy. Actually, we have also.